后面。好，消防局在下午1:40多的时候接到报案，说有人在山雕岭的登山的路线有滑落山坡的一个情形，所以我们赶快派人车到现场。那我们到现场之后发现有两位患者都是呈现欧卡的一个状况，我们赶快施予急救，赶快把他搬运下山，然后分别送往矿工医院跟基隆长庚医院。